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 Jennifer Yu， 珍妮佛老师。我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与凯莉的经验，包括我是如何成为凯莉的品牌合作商，以及我个人使用凯莉产品所得到的效果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决定加入凯莉来经营我的凯莉事业。在2021年7月底，我接到来自一位好朋友的电话，他告诉我说有一个很好的商机，我就马上加入了凯莉，成为了凯莉的品牌经销商。原因非常简单，就是因为我相信那位朋友对于商业机会的评估。自从收到凯莉的产品之后，我就每天开始很认真的使用产品。我在使用的产品包括 Alpha Hope PQQ、 NMN 6000 脑力健和藻蓝 SOD 益生菌。在使用产品之后，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呢，我就开始发现我的身体有一些的改变。第一，就是我脸上的皮肤变得非常的光滑，而且以前脸上的一些斑斑都不见了。第二，就是每次洗完头之后不再掉头发了，这是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一件事，因为我以前每次洗头发都会掉很多的头发。另外一点我注意到的就是我的头发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很多，对我来说这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，也让我感到特别的开心。第三，就是我感觉好像我的脑筋在思考上变得很清晰，而且在想事情的时候呢，有一种很清晰的感觉。再加上就是我的记忆力也改善了很多，不会再忘东忘西的。当我在做从事写作的工作时候，也不会觉得脑力疲乏的感觉。第四呢，在情绪上我也觉得就是自己变得充满了正能量。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两年以来，由于疫情常常在情绪上呢会比较低落，但是现在就不会了。最后就是我的睡眠品质上有很大的改变，每天晚上我可以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，并且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因为有一个整夜的很好的睡眠，让我呢第二天就感觉到非常的轻松，充满了活力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。在学习了有关于凯莉的事业之后呢，我认为凯莉公司提供品牌经销商的服务、产品和奖励都非常的好，包括用最高科技研发的产品，能够提供营养到我们身体的细胞里面，帮助我们更健康，而且又有抗衰老的作用，使我们显得更年轻。凯莉公司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全球网络平台，能够帮助所有的加盟品牌加盟商呢，发展他们的凯莉事业。最重要的是，凯莉公司提供一个非常慷慨、非常有竞争力，而且又独一无二创新的210商业模式。我非常的开心，而且非常的兴奋，每天能够在家里透过全球网络平台发展我的凯莉事业。我的2022年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凯莉，加盟凯莉，不仅仅是改善他们的健康，而且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增加他们的收入。这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我是 Jennifer Yu， 珍妮佛老师，谢谢大家。